大家好，欢迎嚟到我嘅视频。今日我会讲嘅系木星嘅。我而家指住呢粒就系木星。木星等于星星，系零等星嚟嘅。木星系由太阳嗰度数过嚟第五粒行星。火星同木星之间有小行星带，系由石仔组成。小行星带会兜住太阳行。小行星带入面有谷神星。最大是谷神星，是一个矮行星，最近太阳的矮行星，英文名 Ceres。 木星目前是最大，在太阳系最大的行星之一，它又是卫星数量最多的行星。目前找到79粒月亮，即是卫星。其实我们是有4粒是最大的。我之前拍了一个 video， 是说都是今天来的。其实刚才我拍了一个 video， 是关于说看看木星的。跟着我又什么说、为了什么什么放上到 YouTube 的裁剪了什么15分钟的。未看都可以欢迎你去看啦。是啦，木星有四大月亮的。它有79粒月亮，有四个是最大的。有些还甚至大过水星。就是分別是 Io、 Callisto、 Ganymede 和 Europa 的。 Io 表面是綠色，它如果上去的話，它 有大氣層，一個隕石坑都沒有，很神奇。 Europa 就是科學家認為是會有生物存在在裡面，因為它其實它裡面是一些液態的水的。 Ganymede 都是這樣啦。咁 Callisto 咧就一個好特別嘅一個小衛星，佢係冇大過，佢係唔大過、水星，但係 Ganymede 都係大過水星嘅，泰坦都係大過水星，泰坦係土星個衛星。如果未睇土星嘅解釋嘅話，都歡迎你去睇。咁今日嘅影片就到此為止啦，好，咁我哋喺下個影片再見啦，再見。